得当时是什么样的？国一，很早哎、欸，我觉得蛮早的、欸。国一就是女生的吗？对对对，这个是女生哦，是老师。老师有算一夜情吗？哎、欸，对，那你们后来有交往吗？
没有没有，那就是那个应该就算一夜情，所以那个算一夜情吗？我很常一夜情，所以你可以接受一夜情？可以，一定可以。你今天人到巴黎的话，你遇到一个超帅的帅哥，你要不要跟他一夜情？可是我不会讲英文哎、欸。不要瞎掰好吗？可是你一夜情的对象都是哪里找？对啊 ，APP 啊，我们圈内有什么？屁啦！没有，爆料爆料，来跟你们说。哇！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。但是有点哦，嗯，这样子有点。
Lady。三个字。真的没有，大家不会留言，还是你就送你这套泳衣？哦，好啊，还是你以前的数学？